立院本会期今天结束，苏奎傍晚在脸书发文再向总统请辞，请总统尽速指派新的阁揆。中国疫情严重，各大城市火葬场爆满，不少农村增添许多新坟。美国五角大厦考虑首度向乌克兰提供运送步兵的史崔克战车。气象局指出，大年初三、初四最冷，台湾北部高山可能下雪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